男儿立于天地，当以天下苍生为己任。我们弟子今后在凡尘行走，切记莫忘本意，莫失道心。没有什么人是只凭天赋就能天下无敌的，勤修苦练方为正途。他们说妖族才是我该回去的地方，可是我不想与师门为敌。非我死，否则妖族休想夺回水域灵居。人想要得到什么，就要付出什么代价。可惜，人总是心存侥幸。
否则妖族休想摧毁水域灵具。此马名幽冥，战可脱生死，奔可行千里，定能成为你的一大助力。我这里关押的可都是魔神，请根据自身实力谨慎选择挑战对象。实力越强劲的人物自然能得到更丰厚的回报。镇魔牢中的妖魔常年被镇压，早没了当年的实力，尔等无需太过担心。男儿立于天地，当以天下苍生为己任。夫人，孩儿，你们一定要等着我。Yeah!
这里好暗呀，我好饿，好想回家。呀！哈！呀！哈！人死了，就会化作萤火，继续守护家人。这许多萤火，哪一个是爹爹呢？夫人，孩儿，你们一定要等着我。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